Dr. Fe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time to speak with us this morning. I have just a few questions for you. The first question is, through your foundation, and you have come to know Singapore well, can you comment on the relevance of Singapore's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for other cities, particularly for those Chinese cities? 这个在新加坡呢，我是发现整个呢，新加坡因为它既是一个国家，但同时呢，也主要是一个城市。 那么这样的城市国家呢，它在发展的当中和一些大陆的国家当中的一些城市呢，最大的不同呢，我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所有资源的集中使用啊，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非常重要。比如新加坡，它把国家的资源全部都用来发展这一个城市，所以的话，它的力量呢，就比像比如说中国大陆很大，它每个城市的资源只是并不是国家资源。 放在这里，是国家是国家的资源，城市是城市的资源，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对集中度，就资源的发展过程当中的集中程度呢，新加坡是相当的集中，那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它的长期的理性。从当然我知道新加坡马上国庆了，47年了，等于这47年以来的一个长期的政治稳定和治理国家的一个理性的一个追求。 包括所有的公务员体系，包括所有的城市规划，包括各个部门，包括这些政联公司啊，包括法定机构，所有都在一起，非常之长期理性有效的运作。那么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使这个城市呢，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被全球关注而且令人羡慕的一个城市。所以这两点非常之重要。 这个对于亚洲地区来说呢，所有的这个城市发展呢，它面临两个转变，一个就是从工业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这个时候形成的城市的聚集啊，本身会带来很多环境问题啊、交通问题啊，包括劳工矛盾的问题啊、社会不稳定的问题，这些呢，在曾经的新加坡，还有曾经的香港。 韩国、台湾啊等等都发生过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主要是在这个阶段。所以的话，伴随着城市化的，就是上述讲的这些矛盾和冲突。而新加坡已经过了这个阶段，新加坡是由工业化逐步到信息化，包括智能，包括更多的知识智慧产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这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和中国大陆所有城市面临问题是不一样的，就中国的冲突是看得见的，但新加坡的挑战是你是看不见。你比如说，现在生物科技，新加坡我说在发展生物科技，包括一些信息产业，包括知识密集性，包括讲城市实验室，那么这些东西，出现的挑战，短时间内没有什么特别大压力，它实际上是很潜在的、很长期的一种挑战。 而中国呢，就非常之间。你比如讲，突然这个城市，昨天，比如石方市一下要放100亿的一个项目，然后说有，铜木铜这样的一个污染，于是就有很多人上街发生肢体冲突啊。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停下来了，那中国大陆现在的城市化，因为这100亿投资对于石方来说，就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个投资，它可以解决3000人就业。 还可以有多少多少GDP啊，销售额啊300多亿啊等等，那么像这些东西，所以中国大陆的城市化都带来一些能感觉到的一些冲突，而新加坡的进一步的城市的升级，它的冲突更潜在、更长期，所以这样的我们可以借鉴的呢，就是怎么样把新加坡早先的一些经验，比如新加坡以前制造业也很多呀，怎么样能够转移到。 把制造业升级，变成一个，比如说生物科技啊，包括智慧产业啊，然后包括医疗服务业啊，大量的教育啊、医疗啊，拿来在全世界出口。那么中国大陆呢，现在的一些发达城市呢，会接近于新加坡这样来思考，但更多的呢，他们面临的挑战，都是在这个转型当中的公开的冲突当中。 怎么样纳入一个法治和有序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是中国大陆现在非常挑战的一些事情。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ime. I think you answered all our questions, and I hope you enjoy the rest of your stay in Singapore. Thank you.